OK， 兄弟们大家好啊，今天的话继续给兄弟们解说一下我们周一的一个剑会的一个比赛啊。然后的话比赛的话，观战番的话号称剑会福战克星的三公啊，闰土三公的一个队伍。这一把比赛的话，对面是钓鱼岛，这边的话福战队打三公队。而且对面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对面这个阵容的话是相当的克制观战番这种三公的队伍啊，对面可以说是四保一啊。而且对面是没有物理系，没有物理系法器的话有163神用武器，对吧？相比于物理系来讲的话，法系的优势会更大一些。而且三公队伍的下念的话都是，对吧？吸收宝石的话也没有打舍利子，也没有说什么有那种法凡凝视啊，这个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的话，面对这种，对吧，福战冠军级别的一个法系的话，对吧，虎阵虎头位，我觉得，对吧，普陀带神木林，我觉得观战番的话来看一下呀。而且我觉得对面这个阵容的话，讲道理的话，我觉得对面这个阵容想赢比赛，如果说我作为指挥来讲的话，比赛到第十回合，对吧，最慢速度的神木林出一个快地厅，对吧，观战番的话虎阵位的一个化身跟一个地府估计都没有对面地厅快，对吧，神木林出快地厅，对吧，一把战敌一把旗再加一把敌，观战番直接灰飞烟灭。好吧，这边的话也是非常针对对面的一个法系啊，开局的话直接点对面的一个神木林。神木林的话这个锦衣的话也是比较有特色。给兄弟们问兄弟们一个问题啊，梦幻西游铁粉都知道，你就说对面这个化身的这个名字的话，兄弟们你们能懂这个意思吗？就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不是那个男人回来了，兄弟们啊，有懂的兄弟们，我们小小的八卦一下，就这个名字的话是不是那个人回来了，兄弟们，以前玩普陀现在玩化身，有这个可能性吗，兄弟们？比赛的话第三回合，闰土的话五层战役应该是要开真君啊。我跟兄弟们说一下，闰土这个团队基本上所有的福战队都知道观战番是单真君的一个队伍。好吧，下一回合对面，对吧，三个辅助都比观战番尼摩神要快。我觉得很简单啊，武装罐套化身盘丝洞来封观战番的尼摩神，这不就行了吗？看一下对面怎么选择啊，对吧，要不就是，对吧，直接丢两个无魂，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化身宙斯普陀一起丢无魂，对不对，封一封丢一丢魂，这不也可以吗？我就武装罐封斯托尼，盘丝洞封尼摩神，对吧，两个辅助给观战番丢无魂，等于说一回合封三个，对面选择起三个纸人，好吧，宙斯普陀的话觉得观战番起真君，对吧，威胁太大，对面很紧张，来了一把四洞，观战番的话来了一把无间地狱，清宝宝的话宝宝直接神捅对面4000-5000，对吧，捅辅助的话还行，5000开刀。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刚刚这个宁波城是没有加过怒号的呀，就这一把这宁波城有怒号了。就对面我们来看一下真君的第二回合，这对面怎么防御啊，就对面冠军团队碰见观战番不敢出手。我跟兄弟们说一下，打这种三攻防御是没有用的呀，真的、哦、OK， 武装冠一倒地那没了呀，武装冠一倒地。我跟兄弟们说一下，观战番的话直接无字经，对吧，给宁波城解法宝，对面封是不可能封的，地府有水晶，化身有无字经，一个水晶一个无字经保宁波城就行了。比赛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落花城你封斯托尼，下一回合操作对面的话宙斯普陀青青，对吧，破甲，金涛一刀9000，5000一，5000一，
这兄弟们真的搞不了，搞不了，真的兄弟们。哎，这尼摩城开真君的话，对面就这种尼摩城开真君的话，对面都不管的呀，兄弟们。比赛的话，第五回合，五回合，对面差不多全死完，兄弟们。这神木尼没有出过手吧？出过手没有啊？风卷残云，我们来看一下，这神木尼伤害很高啊，群秒9100啊。所以说的话，哎，这个队伍都能输吧？赢是肯定赢不了了。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四保一的队伍，五回合死了三个辅助，这个比赛的话就是 game over 了。就交了呀，兄弟们！比赛的话，第六回合，对面直接逃跑了，你看没有？化身凡鱼，对面直接逃跑了。摄魂点化身了。比赛六回合，真的。咱们下集再见啊，兄弟们！怒斩天神，一刀15000，真的。就棺材翻的单真君单怒斩，这个是突击手，这个是就。这个是重炮手，这个是突击手，真的也猛的呀，兄弟们。好吧，比赛第六回合，兄弟们，福战冠军，对吧？平阵打平阵，就打了六回合，真的。咱们下集再见啊，兄弟们。